谢黄宝珠。马上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宝珠老师好。我感觉你的声真正真适合唱这种歌，因为你这Q软度，你的这个专音哈，其实拢就有气味的呢。但是我觉得可能套几遍来了哈，也看避暑几挂，有一些这个表演的部分，你就会比较保守。如果说口气可以不要那么的拘谨，不要那么急促，那有一些表演的部分可以放开来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棒。好，非常，但是非常称赞你第一次的表现是很好的。谢谢老师。宝珠老师好。这个歌你的那个复古唱法非常好。其实这个歌有几个特色啊。我们那时候在做二姐演唱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歌已经40年了。四十哦，40年，40或41年或42年，反正就差不多40年。所以后来我们在做演唱会的时候，其实二姐自己本身在练这首歌的时候，她要把那些她40年前的唱法抓回来。只有几个地方，比方虽然一个环境来走向，就那个地方哦，咱的幸福的真点，就是那个开口啊，就是40年前台语歌的唱法。那我觉得刚刚宝珠都有唱到这个啊，我觉得我就觉得哇，好复古哦，就想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做演唱会，还有我们更早以前在听二姐唱歌。我觉得刚刚老师有讲到，其实你的肢体可以再放一点，那我觉得无可厚非，因为第一次来一定会很紧张，但是第一次来有这样的表现，我已经觉得很令人期待啊。谢谢老师。